自己说说你做了什么好事呢？不过就是头发嘛，你连头发也要玩小戴假发啊？是啊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光头所以想要戴假发？嗯，你自己说说你做了什么好事呢？我再眯眯眼。嗯，知道对不起了吗？不要不要不要靠近我，不要靠近我，我不要理你，不要理你。很诚恳吗？你说对不起吗？嗯，还水汪汪，你坐一会儿了，起来，坐下。卫生纸到底有什么好玩？要不要跟我讲一下？里面还有头发。不生气了，奶奶带你出去。坐下。不是啦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没事了，没事情要。